哎呀，这个节目一定要被告。我已经预见今天 YouTube 下面的留言了。什么？做这个东西都不会觉得一开始画面不妥。不会，这个应该还好。好，那还好，都是偏色情路线。那也是有道理。不要玩了啦，开始了，开始了啦。反正如果我们真的可以，节目可以走很多年的话，有一天也会，我们也会出现在就是某一个这个电玩节目的脚本里面。哎，不会嘞，你说出现在别的电玩节目是不是？对，就是哎，那个、过了五六十年之后，以前在 Twitch 开台的实况组，现在是四灵之狼的鸟屎，是还做四灵啊？做点搞，还做块四灵，不是拍自然的，涉嫌多起这个性侵案件的这个，不要乱讲啦，不要乱讲啦，也过世了哈、哦，诺兰呐，还是他早就算小乐早就出了，然后有可能。应该是啦，应该是出了。回忆中国中在玩，他等更早之前就出了。因为1998我七岁、欸，还是你高材生跳级？应该是不可能。就十二岁，我爸你哪有才七岁？我1991的呢、欸，真的耶、欸，才七岁是吧？我没有算错吧？没有，我数学二级分啦。所以我没有很确定啊。1998-1991等于多少？三的开根号，乱打乱打，口塞七，对啊，他有观众说是1999年初那个，对啦，那应该是发行，他早就发行，然后他应该早晚才玩到这样。1999我国二，对，好像国二，我九岁啊，所以差不多，差不多啦，差不多，就小五的时候吧，国二，差不多，我你13岁嘛，对，差不多，我8岁啊。差不多，再算久一点没关系、啊。因为那年代跟现在不一样，我不是发售当天就开始玩的、啊。不是，都要过好久，都要等盗版。没有啦，等他们烧出来，等他们烧出来，3到5个工作天啊。对啊，那个时候玩觉得说哇，小学三年级那个就好太久了，就会觉得哇，就很辣，辣小可爱。我在节目上，因为别的节目上有玩过。嗯哼，那时候是跟那个伟静一起玩，嗯，他被吓到差点翻到沙发后面，我快笑死了。你还敢笑人家、啊？还敢笑人家？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那个噩梦屋的比赛、啊。还敢笑、啊？哎、欸，其实如果哪一天就这样子四个人玩一玩，好像也可以哦。你说窝在一个地方玩吗？对啊，还是说在这里玩？不可能，我们自己玩的效果比较好，大家自己赚一点流量。那就不是联系，那就是联系。我现在可以了，因为我现在有室友了，所以其实我现在很大胆。哎呦，我现在很大胆，真的。干包。我现在只有在四零干。Fake 如果比我早睡的时候，我会有点怕。哦，早睡的不行了，他在隔壁耶。不行。基本上他睡了，我们家有个阳台嘛，我们会出去抽烟嘛。他睡了，我就不出去抽烟了。有那么夸张啊？还有这么？他睡了，基本上，而且我一定要在他睡之前洗澡。我靠！现在有这么严重的？不是，一直都很严重，一直都很严重。家里有巨人，但他现在在我很大胆，他只要醒着我很大胆。就我现在躺在床上，有没有滑手机，滑一些那种，比如说介绍五大灵异现象那种，有没有？听到他在这边开台，我就给点开，然后这样看，这样真的很大看完了。所以看一下这个，你还没睡吗？好，那我睡。就你看完手机拿下来 ，Fake 直接浮空被掉下去。我不死，我的天哪！我有白色 Fake 死了，我的天哪！怎么办呢、啊？这个超大一个被掉在半空中，那样浮在半空中，恐怖！白痴哦，身体沉重太高了吧？然后一直流口水，还没死、啊。你装没事 ，Fake 要不要抽烟？砰，门打开，然后砰，直接从门里面拉出去。对啊，对对，然后烟就轰，然后白金之星8点，然后就在那抽烟，还飘着，还在抽，还在抽，那旁边那个铁杆抽我一插下去直接烧掉，哇，真的有 stand 我了，太恐怖了，可是我觉得新的20国对我来讲都不恐怖，你小心讲话，5代跟6代都小心讲话，等下他们又说什么？有一集脚本就说上次6代说新20国对他说不恐怖，今天我们来玩 VR 的20国7。哦，20国7很恐怖。讲对话好不好 ？VR 有什么 VR 更恐怖？怕好不好？讲对话。上次
梁梁子说他现在很大胆了，我们来挑战一下，当你没有完成噩梦屋，然后Fake站在旁边，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，但是是悬空状态，那我不行，你们可以，我就可以，我们不行，我会吓死。Fake在那边，然后用铁链弄在墙上，然后等你在那边玩，他就在，被已经被附身了，没有没有，Fake在那边背对我们，然后玩一玩，他头转过来。啊，fuck me！ 大法师，fuck me！ 大法太土哎！好，好，下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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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Suzuki 推出钢弹重机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哎呦，我看一下图片。哇，卡塔纳这台车。哦，卡塔纳。嗯，这台车也是他们最近最新复古的一款。我靠，他还加了这翅膀，好像想砍死路边的人。路边停车，路边停车这样子架架那个架那个车架，然后倒过来，旁边一个人直接插进去。没有出来开那个在停红灯的时候，有那个汽车停在机车格的，刮烂刮烂刮烂，好爽啊！它是美国知名重机配件厂商 Icon Motorsport 与 Suzuki USA 合作，携手打造一位名良 Brand New Jack 的重机，是以机动战士钢弹中的经典钢弹战士 RXGY 二。为主题，哦，你这很凶嘞！联盟军的白色白痴，机身原型是2020 Suzuki 的 Katana， 好吧？我觉得会叫 Katana 就反正我觉得那台车还蛮好看的。哦，对，我觉得还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就已经蛮中二了，漂亮的，感觉就是。卡姐养个宠物会叫卡塔纳。卡姐啊，你说是押韵的部分吗？也是卡姐，这是卡塔纳。超赞的啦！哦，这是微型的，对，这微型的，微型的。它旁边放那个一个那个、啊、那个议员，哦、没有用那个议员，用不到的议员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好赞！怎么不是做一个厉害哦？真的好强！哇，微型色情书刊，白痴哦、喔！刚好配我的微型龟头，tiny turtle， 改天盔皮，后天夜袭，哎、欸，很屌哎、欸。欢迎大家去我们的 PC Home 的商场，有卖我们现在才知道节目的周边，对，就是这个网址，好不好？好，再来是这个我们的节目赞助活动，大家所赞助的金额会作为我们节目游戏竞赛的奖品，那奖品会帮你们署名，还有我们节目的制作加菜金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